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古路寻路的张小人。张小人是我。很多人问小人我最近怎么都没有看到小人你在 po 一些植物整理的照片啊，是怎么啦？那东兴洋行怎么突然收掉啦？这些种种的疑问，那在这里做一个影片式的一次解答吼。东兴洋行是因为合约的问题，然后还有一些零零扣扣的问题，实在太麻烦了。不想跟政府在那边偶戏杀的吼，因为规范很多很杂，然后再加上疫情之间人潮实在是观光客人潮实在太少了，导致于说我们大老板那边觉得收入不稳定，所以最终决定要撤掉。那也是蛮遗憾的啦，把一个地方打造的那么漂亮，然后到最后还是撤掉了。那包括撤场的时候，我们要把地上铺的那些石头啊，还有很多东西都要带走吼。这一点就有点可惜了，没办法让东西啊继续维持那么漂亮，是觉得有点可惜啦。不过也刚好了，因为最近小冷也太忙了，所以就没有继续做这一步。那现在的鹿角蕨上板啊，鹿角蕨整理这些的都交给我徒弟鸠匠去处理哦，不要再找我了，我真的没时间再帮各位整理处理。但是如果有鹿角蕨相关的照顾问题，还是种植问题的话，也是可以私讯我，有空的话我就会立刻回给各位。那在此跟大家说一声不好意思，让各位失望了。不过呢，我们也是有将这些鹿角蕨移到我们的德阳建，还跟我们另外一个空间来放。那改天呢，我们会在台南找一处地方放置我们的水母展示厅，做一个漂亮的水母展示厅来玩。好，那各位可以陆续的期待一下，小冷下一步动作到底会玩什么呢？好。小冷一路这样玩过来，一路走来走去的、哦、玩机车玩什么玩来玩去玩很多东西，玩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，那到最后玩到植物这一步，很高兴认识大家。那通常说走到这一步也不简单啦，玩了这么多年了，陪伴大家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把名声啊名气都冲起来了，不过我宁愿让它留在最好最高点，也不要在我最烂最低点的时候我再离开，至少我们名气名声还在，大家还认得我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有任何问题还是欢迎私讯我。那如果说各位坚持要我帮忙整理植物的话是可以，但是要排很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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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时间，因为我不一定挤得出时间来给各位。好，那在这里就跟大家说报告到这里啦。那如果还有任何相关的问题，非常欢迎您私讯我的脸书。好，那就到这里啦，拜拜。